报道的是有关穷人怎么应付收入越来越少的困境。他们是穷到根本没有办法应付。没错，所以他们就到处去借钱，然后就把自己的生活搞到比以前的更糟，就是那么简单。现在还钱，安全备，快开门。认错人不可能，你长得跟他一模一样。继续做那个大人的报道吧，对你有好处。不可能啦，我在 HDB 做了24年 ,24 years you know, 这个 branch 我就待了5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有需要在地上捡东西起来吃的人。走生活，你今天生活得很不好吗？你有的吃有的住，你今天吃的是餐馆的菜啊。到底要隐瞒多久，要逃避多久？我现在位于中巴鲁大排33号，处于新加坡市区边缘一座被人遗忘的主屋。